块都没有讲，这里有边多几只大只，铁锅啊，铁锅啊，叫出手马口啦，挂挂好听，挂出手马口，马的嘴巴，辣个辣，哦，鱼字旁一个辣，台湾的特有种。啊，说除除了铁锅啊，别细味呢，好，马浪铁锅啊，挂出手马口辣，出手马口辣，就是出手辣吗？出手辣，以前的出手辣的意思，现在叫出手马口辣，哦，出手辣叫铁锅啊，叫跨翠龙啊，好，刚诶叫昂喵，这只冰多这。要公的比较漂亮，所以这边都是公的，啊、哦，这是公的，也花色很漂亮，啊、哦，这叫昂喵红猫，又两个昂喵，昂喵的 K 哥啊，刚的艺术，哦，绝对不会是母的西哥，啊 K 哥一般人讲 K 哥就是 boy 出手马口蜡跟小的出手马口蜡，哦，那 K 一般人讲较讲究的人讲 K 哥就是小的，不然就母的，啊啦讲刚的这种成繁殖成虫就是红猫昂喵，好、哦，你看它。它的体色哈、哦，那么刚如果刚抓起来的时候非常鲜艳哦，好、哦、一条一条的，要银那个有点那种橄榄荧光绿，旁边要滚鹅黄色的，这个就是它成熟期有婚姻色，婚姻色的时候你这旁边就滚黄边的，鹅黄色婚姻色的，就你会交配啊，交配啊，那鳍有点鹅黄色，哦鹅黄色，好、哦、那个，然后它繁殖的时候，如果你像这种比较浅的溪的这里比较环水哈、哦，它会一直公的，一直母的在这里。很多公的会靠过来、哦，想要跟他交配，可是公过来他们吵架，因为其他公的过来，必这只公的就把他赶走。他赶走的时候，他们开始母的，他会一直刺激母的，那母的会先扇，用侧身扇扇，把这个泥土扬起来以后，水有点水流，对不对？那个流速刚刚好是可以把泥沙带走，留下小颗粒的石头会沉下来，把那个流速，他把它扇一扇，它就筑一个巢，然后准备排卵的时候呢。母的排卵，那只最凶那一只公鱼就把它的精子排出来，那个同时、哦、旁边虎视眈眈的，其他打输的那个哈、哦，会赶快跑过来，顺便也一起把它的精子排出来，然后让它的下一代能够繁衍。那也有的是想要过来吃这个母蜥比较产的蛋，哦，有的是过来交配，有的是过来吃它的蛋都有可能哈、哦。这种是本来是台湾的特有种，不是本来还是台湾的特有种。它是台湾西部河川，东部中央山脉以东本来无这种铁锅啊，嘛无石冰，啊因为东部人要钓这铁锅石冰，照废气啊，啊再坐火车较久，规矩了一挂龟啊放，结果这个东部一边河川铁锅石冰，所以变成他们东部的地区性的外来种，然后有什么危害？当地小的鱼，像菊石、四季这种假绳啊，小小的那种鲤科鱼类，抢不过它。抢不过它，所以食物都被它竞争掉了。所以这里对这东部河川来讲是东部地区的外来种。好、嗯哦，那我们在东部钓台看到这种，也是希望能够卖个绑尾，好、哦、让人哦不要放来放去哈、哦，还是你要慢慢恢复过来哈。啊、哦嗯哦，这一只不是哦，这一只是、嗯、这一滩马口鱼对不？这只干起波尾哈，铁钩啊，比较丑有没有？不是比较丑啦，比较朴素，比较朴素哈、哦。啊，这只。这只蒜莲啊，这只蒜莲啊，用的蒜莲啊，马口台湾马口鱼，这不是这个一条线是马口鱼啊？哎、欸、对对，这叫马口鱼。哎、啊，我下尾只细只一只，铁钩啊，铁钩啊，无的啊，无的，好，铁钩啊，无啊，嘿，无的，铁钩啊，无的，无笋啊，安尼啊，无的较细只，如果较大只，无这只刚刚，伊要比大尾啦，抢学生，哎，他都去抓到，好晓得了，哎，所以这个是他小时候喜欢吃树，长大吃荤，哎，假说呀，哎，小时候。长大以后，铁锅，它食性会生活史的不同的改变。小时候吃素，对，长大会吃，比较偏吃荤。像这种铁锅拢用素的啊。嘿，看到用素，素，嘿，啊素，白鸡毛，嘿，鸡毛素来啦，鸡毛素来嘞，嘿，啊，这个拢钓白塘，钓蛆哦。哎、欸，那个苍蝇那个，不是扁瘦的啦，无人面包虫啦，无人咱用软吧，去的，不是扁瘦的啦，嘿，伊迄拢家己饲的，家己饲的，嘿，所以这种鱼在台湾基本上有常见的台湾特有种，第一种来拍照的船队拍。